事情义，十二性，言行。言行，罪令，有潮水之惊。它能使人肾气能提上肾气，上升于脑，与心火相济。它能有潮水之能啊，潮水啊，潮水之能，开心窍啊，开心窍。长精神，精神足，壮脑力，狮子手，啊，狮子手变化无穷，相搭，潮水之精，啊，记得死俊英跟我说过。这个膝盖，这个脚后跟啊，垂直，膝要有弓劲，45度角，啊，最佳角度，啊，张一书师爷教我让前手往前撑，啊，这个肩要往后缩，要有缩力，啊，这程老师也跟我说过，胯。有缩劲，又有紧张力，要中正，啊，要中正安舒，4平8稳，啊，中和之气，啊，中和之力，后肩跟后胯，啊，这张一书师爷啊，这是传给我们，要跟脚后跟垂直，跟个竹竿，头顶竖向。要有头有上顶之力，力起于涌泉，上升于头顶，过百会，要果报，后手要踏，要延肘，延肘，撑，后要往后看，要看这个食指啊。抽水，有挑，十字相搭，有二等力，挥手入钩，去入倒错，前脚要45度角，要踩住它，要速胯，起如胆蛋，行如淮冲，如四面劈。打拳如打影啊，练是四游刃，用是四无刃，这个烟熏啊。我随意编个角度，烟形，烟轴，钻错，飘，相搭，抽水，护住脉搏，一块坐进，劈他。去老错，劈叉四五，这是雁行基本变化。下面我拆解一下雁行用法。这个雁行啊，顾名思义啊，顾名思义，它的右拳奔我面部而来，掩，要掩它，还要留音。
朝他，啊，朝他，他要反打脸，踩住，啊，挑裆，啊，挑裆，要浑身使一个整体运动，整体力，啊，力学原理，啊，这杠杆原理，给他跳出去，跳大出去，啊，这是眼肘，啊，随意眼肘，啊，他这个随意，啊，随意眼肘，啊，都可以插。 还可以挑，啊，他主要是肩呢，啊，他这个肩胯呀，是相当有力的，啊，虽然他是抄，啊，还可以抄他腿，啊，他不管踢什么高，都多高，啊，随意，哎，啊，都可以挑下来，啊，都可以挑下来，啊，两手都可以随便使，啊，他随意出来。 挑，啊，跳打，啊，肩，啊，都可以创，啊，抄水，还可以打，先随意打，哎，啊，搂头盖顶，起来都撩裆，啊，踹的心口窝，啊，这变化很多的，啊，这随意，哎，啊，这肘相当厉害，啊。 挥肘，抄，啊，都可以反过来，啊，随意变化，啊，啊，这挑，背，扛，啊，扛臂，啊，这个腿，啊，抄，啊，你这你能得出去？ 蛇形，里儿的蛇形，这个蛇形，身体最活泼，最灵巧。身形，这蛇有拔草之能，啊，它能屈，啊，能伸。 它能活动腰中之气，啊，能长精神，肾气足。他这个腿呀，这膝不要过脚，坐胯。这个手护着这个膝盖，这个腕部啊很厉害，啊，这手护住脸，抱住筋，松沉头顶，挑。 就顺线这脚，啊，顺着裆里挑，后手要往后踏，啊，前手要往前挑打。 用力要均匀，啊，要中正，气沉丹田。
乌鸡还原手势，向我拆解一下。这个蛇形技击用法，啊，加上对方右拳对我面部打来，啊，搓挂，啊，挑打，啊，挑打，啊，可以给他挑下来，啊，他就是冲我心。 肿部打来，啊，他中过肿部打来，是吧？哎，这么，哎，挂他，看，哎，别射了，这儿有回肘，啊，这可以带他，啊，这个是上中落，下落，下落，啊，被我挡打来，加上，嘿，看，哎，就是我的挑他疼，我浑身一个整体爆发力，啊，撞。 穿完以后，夹他的过来以后，啊，随意过来以后，然后还这手啊，啊，直接挑，啊，这个蛇性拔草之能，啊，打打疼，啊，可以环绕，因为蛇呀，它有个环绕啊，劈砍，顶肘，啊，顶肘，还往下砸。 那挑裆，啊，这还可以背过去，啊，哎呀，再跳过去，跳过去，都扁踹，落步都干，他这变化相当多。加上他对方这一拳，啊，对我面目拉来，这还可以挂住他去，这个肘可以挂他去，这儿可以打，下来。 下来，下来搓，兜他这个窝，劈砸下来以后，挑裆，蛇形啊，拔草之能啊，反正得让你出气。啊，哎，随意放松，越松开越好，越松它能越使。啊，这个我这刚才我这劈点它，点的心窝，啊，这掌骗下来，后边应该这要害。 啊，偏下来，啊，这挑打，他这拳他要过来，不怕，啊，哎，背，看，骗，哎，架射了，啊，背他，他这腿了吗？可以撩裆，啊，他可以撩裆啊，啊，串腿，啊，哎，劈裆，啊，勾挂，啊，他肯定推了，无所谓，啊，这个蛇呀，兔心的。 啊，穿他厚，啊，穿他眼，他不接我手，无所谓，他砍，把这个针呢射他，他可以拧啊，把绷过来了，可以把针绷过去，给甩过去，挑他，这蛇形啊，要有威武，他打我软肋也无所谓，挑他，这他别触及到我。 我是一种变化，你看，他虽然撩我裆，啊，我给他一背，把这力点啊，给他一引下来，打他这个臂，不是臂，给他拽下来，一下子挑他，他都往我头打无所谓，又撩裆，一法令出去都干，我崩，他接我手也无所谓，他接头无所谓。 压也不会，哎，压我也给他挑出去，啊，这拔头之能啊，哎，啊，他甭点跑，啊，压着，打他的头部，击他的跟颈，他随意变，啊，随意变。 他甭念动，他动他就出去，啊，动他出去，啪，啊，这手相当，啊，嘿，那相当妙，大家，啊，无所谓，哈，你看，你看这肘了吗？啊，这已经，利用我这个小臂给挂他，他下不来，啊，上手下来，啪，啊，嘿。
刘唐，他腿子甭得跑着勾着，啊，刘唐，挑胯，啊，归膝，啊，背臂，背臂，背臂，他别动，这手腾出来，还得挑，啊，还得挑。这个形意啊，十二星，胎星，这个胎星啊，性对止，啊，有束尾之能，啊，它能疏肝，啊，理肺，啊，固气，开，还有上钻呢，有上挑，分开呀，啊，损失的叫开合，咕当，啊，入地。给他打趴他，啊，打趴他五脏，啊，开不要开过高，脚迈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大，要适量，啊，它是蛇形步啊，它是逢闪必进，啊，进左上右，进右上左，钻开，透顶，开，对，是腰中之气，后脚一蹬，前后二等力，拳要握紧。啊，要垂肘、松肩、做胯。胎星，它可以是掌。把他这个横膈膜，哎，横膈膜给他打破了，啊，就治他命，往这一挤，一合，要威武，气质要足，立起脚，啊，主宰腰，可以往上兜，可以挤。往里挤，开，拔，站的稍紧，突，前后二等力，无极还原，对方，啊，他要绕我。找我中，啊，我要守中，因为形意讲啊，脚踏中门嘛，啊，脚踏中门站坦位嘛，他就是往我胸扑过来，啊，我无所谓啊，因为这儿有含胸，要泄他力，这俩臂要挫着他，不能离开，离开他把咱扑出去，但是浑身用力，命门后撑，啊，发他。锁住，他这力点，他到这儿，我这已经粘住他，他已经跑不了了。胎性别看相当简单，他就往我软肋这儿打，哎嘿嘿，你看这胎性了吗？啊，他我正好别他腿，他乐意他怎么变化？他得上手，他上不来啊，他上不来啊，他因为他这个角度我已经粘住他，啊，粘住他，
啊，软肋给打破了，啊，变化很快，啊，不管他什么时候，嘿，这我这一挂，啊，挂一踩，这一搓，还是他，啊，这记住这个旗盖，相当关键，这个行拳呢，它上步啊，它趟地步，啊，它错的，啊，交细儿钻嘛，角落儿翻，啊，变化相当多。 他往我裆打来无所谓，把我等着，我挂他，啊，还是他，他上到这个变化脸去，嘿，啊，立刻的变脸，变立了，他腰已经折了，他随便变，嘿，随便变，啊，看，嘿，这脚都已经勾着他，啊，啊，他是绑了给他摘了，啊，绑了给摘了。 这个肘相当厉害，啊，点他的心口窝，看着挺简单，哈，你看着挺简单，他这个力点呢，哈，相当重要，啊，他到后边就无所谓，嘿，啊，变化相当多呀，啊，总而言之给他裹住，给他撑住，给他压住。 他跑不了，啊，他怎么跑他跑不了，还是说还抬，啊，我无形无相，啊，我很自然，我松开，哈，啊，看了吗？啊，撩裆，归膝，踏肘，啊，后心，啊，二太子，啊，这都要害抡回来，他变他的跑。 看着他，嘿，啊，这个弹性，相当重要。只要一含胸，啊，含胸的卷劲，他的扑住我含胸无所谓，他扑住了，啊，哎，他越发力，我他就出去，他越发力，他就出去，啊。对方双耳，啊，所以我双胸打来，哎，我开他，我给他喝上，啊，给他喝上，他还给我喝上，哎，嘿，看了没？啊，这个都让他跑不了。 他的这是看着挺危险，啊，啊，这个手法相当重要。抻呐，啊，他穿也无所谓，给他挑上去。他这儿来，看，啊，这变化很多，他又沿肘，啊，沿肘他又过来了，踩住，啊，他的脚埋呀不怕，啊，这脚要动，要疼他。 啊，要弹他，破坏他重心，啊，掌握自己的重心，啊，这个手往下栽，看他的崽子，他是，哎，他随意，哎，哎，随意变化，看，这手，看，用身法气他。 还有身法气的，啊，给他缠绕，啊，这个腿，得缠绕，啊，啊，给他蹬出去，啊，随意他变。这个，你看，我出手，我逗他的对方的手，看他怎么变。嘿，看，啊，就这么快，啊，相当灵敏，啊，随意。练是有形，用时无形，无形无相，越自然越好看。这就搓着他。 他这拳他下不来，我的小臂已经大了，这种肋骨大了，哎，他钻，啊，准搓，啊，他钻，我也钻，但是要抢一，哎，他出不来，啊，他我粘着他，我搓着他，哎，看，看，看了，他一，我重拳一变，都撩裆，啊，都撩裆。 踹腿，面门。
英姓，这个英姓啊。这鹰的习性啊，最猛、最狠视为物。它属于啊，它练这个，它是它可以穿金戳脑、穿甲甲、破三关。一般的情况下都是鹰凶合眼，这个凶啊，这个凶性，跟它最迟钝、最威猛。英雄合眼可以合眼啊，可以猛练，也可以胆练。人气啊，下降如丹田。这个凶，树，食物，也就看传统。气沉丹田，树下，滚搓，说用六军，或者用踏的，找的重心，中和，中和之气。沉住气，试纸要装，要有重心，不会沉，要看破它。凶想斗，假设他往我面部钻，往我面部钻，我也面部钻，我也钻他，要沉肩坠肘啊，坠，目的化了啊，就给他拉折了，一定要坠下去，坠下，你看我怎么掰，我怎么掰，我使力越大，掰起来这个凶，很错，他往这边钻，我往这手钻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背上了，这个孙家东西都沉坠，坠个托，我错他，错我，他错我，他不管怎么错，他不管怎么错，中间要护住，中间不明，半上空，中间要护住，护住，他的锋芒相当厉害，被我们打了以后。我也点了他，先上身，手脚提到才为人，打入寝面，看这个、我这个头，紧紧的头，我面部给我给打坏了，右手都准错他，就是错，这凶性，这个凶性也很厉害，一定要沉肩坠肘，不管怎么使，我还是凶性，扶住，情义讲啊。只要一时，只要一心，我有一身，只要我心脏在跳动，就打他。只在一进，莫在一退。要勇武担当，知其快攻。我的错，他的跑不了，知道吧？这行不行？他摘出来也无所谓。这是一项，这个腿呀、个腿。他也错，他也起错劲把这创打出去你看看这个行不行？那很重要假设这回把我面部打开我直接顺他的滑大，
迎其土，击其尾，准错进。不满足了，行，要出去。熟悉，手蹬腿，我也无所谓。这个兄弟就这么厉害，他烧的灯害也无所谓。这人一挂住，这一挂住，不要跑，他都别动，他都别动，动他就熟悉。他都探我也无所谓，啊，他二龙戏珠他也无所谓。他只要我这手，我这中指护住，啊，你还是死。我这个腿部还在使劲，还在使劲，还在往下压，啊，把他拉倒。这让他胳膊给你背死了，使腿，随便闯，他随便闯，还是休息，还转错，缠绕也无所谓啊。积极努力，我给他挂起来。他看着挺危险，这已经挂住、粘住，他跑不了。啊，我记他这个跟节啊，我给他粘他跟节错，啊，一发力他，他头就有变化，一样变化。英雄，这个鹰啊，相当敏锐啊，他眼呢，就随便穿嘛，啊，随便变化，看，这眼睛可给他穿瞎了，啊，挂着他，啊，我应该穿到这儿，让大伙看一看，我错这儿了，都在场。他保不了，他这掌啊，他上不来，有人踏他，他上不来，他都没上，他上他都走，看，啊，你顶着等等啊，你看他踏他。走了吗？啊，顶心，撩裆，反打，啊，这变化相当多了，他肯定要推我了，就在这儿，在这儿等着，不要跑，不要害怕，啊，他就说累，差他累的狗吃，随意变，他打多了，锁住，他这来不，他这跟前。在这跟前，看到没？在这来以后，避过去，溜达，溜达，走，咬住，这鹰很厉害，这鹰啊！对方相当凶猛，
你骂我骂。中间跑，给他个地头的楼。被我当打他，不住，这一拉，这一碰，一交叉，一交叉呀，这赢啊，英雄合眼嘛，这还尖呢，创你的。这个尖呢，音反一样，这个尖啊，这个凶猛啊，凶猛很厉害。我他要挑我，滚错，滚错。等着他，慢点跑，他别跑。转错了，实际上是刚才要好，变力了，因为我这穿着他。班长，这个等人啊，就他玩，只要被罚了，一罚了他的头次。硬打硬进，因为协议嘛，都是刚猛，抻身。浑身警战，浑身警战，看，这都有，这都有活儿，啊，这错，我俩跟那个战练兵似的，这么一走，就在这绕，就在这走。周身一喝，周身一夹，要松开这头，放空，啊，要沉着，看着没？哎，到底上身了？先上身，手脚齐当，力点要正，手点齐当，没发他的手。你不动，还想你死，就这么快，把他倒住，啊，嘴里他力，他下楼就往下砸开他，往上拔他，给他搓起来，啊，这扣住，啊，他穿不过来。两手配合是默契。阴阳变化，随意阴阳变化，等着他，接他，看他们怎么变。你看他都不能动，他在旁边发，我发他出去，啊，发他出去。看，就这等，可以发他。逼他，他们逼他们，只要踩住了，啊，很自然的，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到位了，啊，把这一到位了，一发就走。就这等着他，这个千变万变，啊，我有一定之规，一进之动，啊，这又踩住了，啊，又踩住了，啊，一发就走，啊。这吃住他，用这胯速胯，用速胯呀，它有缩劲的，一泻，一喝，一喝背的这个臂呀，啊，这个背折了，这个背折了，啊，这反上来了，看，压起来，啊，他起不来，斩他，
部的威慑。我看过，死一遍，他都挑了，就这么一错。下不来，啊，他下不来，我随便变。我穿的，看见。围棋，还得推车喽，压他。出后，卷住，卷住，备住。